纽森州长大力支持我们的社区，当特朗普煽动反亚裔仇恨的时候，纽森维护我们，投资消除仇恨犯罪，历史性任命一名亚裔为检察长，并且帮助我们的小型商业生存。现在共和党正在浪费数亿元来撤换纽森和停止我们的进步，请在9月14日投反对票，停止共和党的撤换行动。